今特别来看到五月天巡回演唱会，伫桃园国际亚球场连唱十一场，拢总下275,000人来看，上尾场嘛已经刷掉啊。团员大家拢讲真唔甘，特别阿信滚生笑，伊讲无唱演唱会日子，马上干那会当伫咧厝内带囡仔。现场歌迷听到到底，大家就笑开开。上尾团员甲观众敬礼，感谢歌迷到收听。天团五月天，小连续十一场的演唱会，伫个初时上尾场，连续唱30几条这个单调的歌曲，现场是安尼热扑扑足热腾的。演唱会到尾声，这个伴唱曲是安尼唱袂煞，甲看已经到上尾一场啊，台顶的五个人嘛感觉真唔甘。马上当然觉得很沉重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没有演唱会的日子里面，他就是一对双胞胎的爸爸，很辛苦。他躲在那个休息室，不想回去。我不要，结束了，你再也不是明星了，回来喂奶。抱着那个柱子，不爱了，再加一场，拜托。马莎伊结五人做迄个破条的模样，安尼好全场是安尼笑到要变鬼。主唱阿信更加感谢这段时间工作人员这么啊努力辛苦。感谢的是。现场所有穿着白色衣服的工读生，连续11天哦，很辛苦。最后呢，要感谢今天来到这里现场25,000位陪伴我们，就是一起发疯、一起唱歌的大家。这个煞尾曲，上尾啊，搁倒拍唱转来，演唱会第一条歌《风光世界》。上尾啊，所有的人大阿腰咧惊咧，伫个现场嘛，添添真侪即落唔甘的心情。甲通过这个五月天伫个桃园举办11场的演唱会，拢总成275,000人来看，估计会替桃园增加6亿的观光效益。这个天团的魅力实在是无人挡会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